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巨蟹的锤炼水，洪涛水圣。哦，升华一，升华一，一口服食。我们快速的替大家做一个通关的示范哦。基本上哦，转得慢没关，转得慢没关系，可以先用绿珠有没有？就绿绿还是把自己注意消掉，就这样哈，一波带走。哦，基本上升华一到三的关卡通常是不会很难的。哦，现在是武力上水浮石，好，一波带走。我只走一康，怎么掉六康？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